啊，小朋友在喝奶耶。哦，小声一点哦，小朋友好像睡着了。有没有看见？嘴巴还一边喝奶奶，舍不得放开，可是在睡觉。看起来很有趣哦。啊，小声一点，不要吵他。哎，是不是放开了？这样看好像放开了。哎，这个是另外。哎呦，吓一跳！应该不是我吵他们，我很远呢。小朋友也是睡着了。妈妈这样坐着会不会也很无聊？哎，妈妈也打瞌睡耶。刚刚有看见吗？啊，好有趣哦！啊，小朋友嘴巴还是没放开。哦，妈妈也好累啊，眼皮很重。我好像一直维持很警戒的样子。他们很有趣哦，眼皮闭起来那都白白的，所以眼皮闭起来很明显。好像我画白的眼影。哇，大家都好累哦。下午睡觉很舒服啊。